他顶上，我再吃他几瓶药，拉中你就垮，没拉中。他现在很怕，你知道吗？他很怕，他现在非常怕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你敢靠近我？你敢靠近我？你敢靠近我？有点难，有点小伤，但并不是很怕啊，没什么大的。就是我能秒这个盲僧，没事，来过来把他秒了。哎，这怎么能踢到我的呢？我靠！哎呀，怎么升六级了？这波勾引失败。有时候做一些这种极限的勾引啊，还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一旦失败的话，这个代价还挺大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艺高人胆大嘛。我胆子比较大，那是因为我的技艺比较高超，我很自信。